反过来就行。对，这是弄紧对吧？那这个还要放，还要把它推到后面一个螺丝。我就是螺孔换一下。嗯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还把它反过来。你到时候跟到那边对比一下，我先给你放一个。这边拍一下，跟这边。它两边是不一样的，大的那个纸，它叫这边这样子，然后呢这边也要跟那边一样。现在已经一样了吧？没有一样，这个现在是反的，你看它这个是朝前面，把这个要反过来。哦哦。啊，因为这个纸小一点嘛，小一点的话，它就要稍微的靠在前面一点。大杯的话，它就是说要稍微的朝这边一点，纸片大一些。现在两边一样了，对吧？对。好。这样就可以。
这个纸片到时候也要他到时候要可以挑一下的，啊，前面不用调，把后面推针调一下就好了啊。嗯，好了。好了是吧？